有了吗？来首歌，让兄弟们久等了啊！今天好不好看呀？说
欢迎大家啊。一直想要走进你的心里，你想到我却始终没有勇气，在梦里一遍遍呼喊你姓名，期待远方的你会勇敢。好嘞，我唱到这里姐啊。你就唱完吧，是不是还有一段呢？他们说这是温柔版的，是什么感觉？哎呦，这照你差远了，差太多了，我随便唱唱。你就唱完吧，唱完吧，很好听的，每个人唱歌的都不一样风格。你唱完吧，应该还有一小段。好的，可以可以，姐咱能加个好友吗？姐，一会儿北明去送下答案啊。嗯，好嘞好嘞好嘞。那个哎呀，你这么的吧姐，我直接把我的这个好友打开吧，你直接加我吧。嗯，我们家不能私聊啊。那也行，那你看好了，别加上那个什么骗子啥的啊。嗯，好，这个可以招过来，人家有公会的歌。你是不是唱歌好听呀？行，你开我加你吧。嗯，我看啊，这个是什么。好，你现在可以加了，应该是可以了。好嘞， OK 了，过去了，完了你看一下啊。好嘞好嘞，看到了看到了。嗯 OK, 哦，还有好多别人加我，等会我赶紧的给你整回来，赶紧整回来啊。好嘞好嘞，扣个小一。哎，好嘞， OK OK OK, 加上了加上了。跳舞的啊，人家跳舞的，那今天可能不方便给你们跳舞啥的。我看你写着生病了嘛，难受的咱就不唱了，聊会儿天吧。行行行，好嘞姐。你是感冒了吗？对对，我这两天直播播的比较久，就是每天都直播挺长时间的。嗯，你拉工会票什么的是不是？对呀、啊、对呀、啊、然后有点透支了身体这两天。那你要播多少个小时啊？我一般都是播到任务过。就不过任务不下播。对对对，不过任务不下播，然后过了我还得加一会儿，不然他们感觉我吃完就跑了。嗯啊，哎呀，那你一天得播7个小时、8个小时的吧？像这么我最少的最少的，我现在工作赛期间每天最少都得播个8个小时，最少。最少8个小时，真努力呀、啊！那你们啥奖励啊？就不知道呀？是不是有奖励？那没有跟你说奖励吗？他没说，应该是有，但是具体多少奖励咱也不知道呀。那你们没有给你们发吗？嗯，没有没有，反正我过这也不图奖励，我就是给工会多拉拉票。嗯，别的哎呀，这主播有多少给我多少都要。而且现在工会做的挺厉害的，我都经常能碰到七彩工会的，经常能碰到，唱歌都可好听了。嗯，你唱歌也好听，你这属于全能了，又能唱歌又能跳舞。你平时跳舞多不多呀？欢迎至尊宝哥哥，我平时跳舞挺多的，有时候我还户外跳舞呢。嗯啊，还户外呢，这么厉害！对呀、啊，拜拜，问你我今天玩啊，姐，拜拜，拜拜。嗯，好嘞。啊，突然间觉得，哎、啊，怎么了？为什么突然来我直播间了？这么巧的吧？不是，因为很少有主播嘛，就是主播来直播间什么的。嗯、是，但是也有好多的，就是，对但是有好多没有上次他们改名字呀什么的，有的时候看蹦了一个像阿哲呀什么的进直播间了，他们有的人是改名字的那种的。我没有今天，我上一次我休息的时候，我听说菲儿姐那个周年庆我没参加，然后我这次就是刚好你在了，然后我看见了，我这次就赶回来了。哎呀，那都小事儿，咱不能耽误正事儿。哦，我觉得我家里有事儿了，那会儿我没直播差不多10天，所以当时就有点错过了啊。现在也应该来得及，虽然我们。这个4823直播间越来越好吧，啊，然后希望我菲儿姐越来越好啊，嗓子注意身体啥的，然后我就下去那个随个礼了，就下次开完会、啊、哎呀不用的呢，开会呀什么我都会安上点儿、哎、你是出新歌了吗？对对对对对，前两天出的新歌。爱你是一种，你唱一段，别下去，唱一段。哎，兄弟们帮忙打打榜啥的啊！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OK, 那我就献丑了，捧的哈。哎呀，没想炫耀歌曲的，忘记改字幕了。自从遇见你，心都被占有，可你从未在意我的感受。暧昧只是纠缠，不停的借口，爱的我们。
说只是奢求，要怎么忘记你给的自由？自从我选择放任你自由，孤单的守候要等多久？我还在你心门口逗留，所有心跳的节奏都因你而颤抖。其实相互爱过就足够，可我们从未相互拥有。你有成千上万个理由，还要我等多久？暧昧是血纠缠不清的借口，没资格谈拥有和谈挽留。自从遇见你心都被占有，可你从未在意我的感受。暧昧只是纠缠不清的借口，爱对我来说只是奢求。要放弃你给的温柔，这次我选择放任你自由。好，来啊，我就唱到这里了。最后我们这个直播间越来越好，蓬荜生辉啊，歌曲就唱到这里了。那我就先下去了啊，姐。会议是那个圆是哪个？这个。原来我在这里。
成哥会什么 A P P， 他现实的现实生活是可能是比较多啥的。就是其实那个每个人可能生活上的多多少少的事儿可能不太一样吧。看我要是有什么事的话，可能会交代这个管理呀，或者是或者交给小哥呀，或者什么的，我生活可能就会少一些繁琐的事情。因为你要是想好好直播吧，欢迎水仙哥，是水仙哥回来了吗？你要是直播的话，多多少少可能就生活上就有需要一个专门的这个人去帮你打理很多的事情，你就专心的直播。要不今天你电费没了，要不水费没了，今天要这个咋的了，那个咋的？其实很需要这么一个人在你身边的，帮你做很多的东西。像咱们过那个生活呀什么的，你多多少少指定是这个有事情啊，那都是生活的琐事和小事，我基本上都不知道。柴米油盐呀，你是不是没酱油了，没豆油了，吃什么呀什么，我什么都不管。对，就你得一个，你要是想直播好的话，得有一个这么个助理，或者是那个你有一个强大的后盾，爸爸妈妈非常支持你的那种。老大，你放一个多想平拥抱你，一会儿给你唱一个。对，得有这么一个人。据我了解哈，桃子的贪玩，这个就根据每个人性格吧，他每个人他不一样。我也比较贪玩啊，不是那么回事。桃子整个助理，主要他能把那个助理钱挣回来吗？他妈妈可能身体不好，得这生活起居要人照顾，完了他家还有个瓜子店什么的。烟雨人间，我唱那个不太好。我贪钱，我怎么贪钱了又？录歌中，那就估计去录歌了吧。其实很多时候你看直播也好啊，或者是现在什么这个电商呀什么的，它都不是，你可能看见屏幕上是一个人，可能但是它背后的话它不是一个人的，它是好多人的。谢谢我们的情缘哥生动呀，喊的呢，我还没给歌唱歌呢，就凭我自己想唱啥就唱啥了，谢谢我情缘哥。丫头，他们说你小抠还贪钱，所以努力，哈哈。这个东西咋说呢，这抠啊贪钱呀是怎么来的，就是不打大仗，完了没有掏那么多钱，没有赔的那么吐血，所以说别人说我抠。其实你说要抠的话，我对谁的其实还不太抠，可能会干什么大仗啊，没有掏过那种就是赔往死赔的那种，所以说抠。并不是只生活上呀或花钱呀什么的。我太卡了。Hello 菲儿姐，晚上好。哎，晚上好。十连胜厉害了，我就九九是个你逗我呢。那我没我不知道你逗我呀，有的时候你们开玩笑，可能我就当真了。哎妈，我感觉这个歌叫起飞的感觉。谢谢爱你哥，感谢我们家许仙，谢谢我们的许大官人，谢谢我陈哥，也感谢我一动的心还有全村的希望。嗨，谢谢我茶生哥，没有上百人榜的兄弟们可以上一上百人榜哟，中花了吗？恭喜陈哥，好像陈哥已经是全服了吧。跳舞踩点错，摇着头啊摇着头啊踩点错，马起鬼来马起鬼来嘿都有。我的情绪火热，做个浪蝶狂风，青春应该不要再留白，虚度不折青春存在，活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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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桃姐姐快起摇，要到天荒地老，做一个武后。
小糊涂要三夹子了，欢迎兄弟们回家。辛苦、啊、辛苦菲儿姐，好听好听，好嗨，好嗨，有点小八五七的感觉。谢谢谢谢谢我家人们给我上票站坑，感谢感谢，谢谢。嗯，但这个歌就比较嗨那么一点，嗯，平时唱这首歌就停不下来的感觉，就摇摇摇摇摇摇摇，蛮嗨的，对对对。不是菲儿姐，你是一场直播全站着吗？对呀、啊。一直全播，可以很强势。几个小时，基本上四个小时有吗？差不多吧，有看看那个啥，我要状态好，那就可能就播的时间长一点；要状态不好，那可能就播的少一点。我今天七点半直播吧，七点半，可能有的时候到我十一点左右什么的。现在不播太晚，播太晚的话，可能就因为身体有点吃不消，就提对熬夜，提前熬夜肯定不太那什么，对，熬夜肯定不太好。俺、嗯、是买不起椅子，低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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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但是确实，但是我出去乱斗碰见你们七彩的主播，一个个唱歌都好听，我都是说，我说你先别张嘴，我先来，我都怀疑你们公会是不是都是学唱歌。嗯，不要说出来，对你不要说出来。谢谢我成哥，来，谢谢我成哥，感谢我许仙哥，哎，谢谢我一东的心，还有茶生哥，谢谢我们的全村的希望，还有爱你哥，以及我们的猫儿，谢谢我们的飞毛土，哎，谢谢七哥，以及我阿新哥。就比较嗨，哎呀，其实嗨比较有点累，嗨也累，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唱歌就能比较有感觉的时候，哎，就停不下来的感觉，把老腰都摇断了。那你我唱歌的时候，我问一下，我唱歌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会跟着一起唱呀，或者一起就是晃悠呀什么的，会有吗？会呀，哎呀，我这么有魔力吗？啊，晃啊，就是可能会唱的歌或者比较喜欢的歌就比较那个容易的，然后也会跟着哼哼吗？我有一天哈，有一天师傅要那个要那个什么买个号呀什么呀，完了他在直播间挂着，完了说怎么弄，嗯，这玩意怎么上密码，我给师傅发语音过去了之后，嗯，我看。嗯，我在这儿，我边教师傅怎么改密码什么的，完了师傅就在那儿不听我的了，就搁直播间哼哼了。我说师傅你在唱歌吗？哎呀，对，改密码哈。我说这么有魔力吗？我说我唱歌的时候，师傅我说你会跟着唱吗？就在直播间我正教密码呢，可能听着他喜欢那歌了，完了跟着一起唱上了。嗯，啊，我说这你看我直播都会跟着唱吗？谢谢路过哥。我掐指一算，我成哥也在唱，贼拉的喜欢听我唱歌哟，因为我唱的歌都比较大众嘛，就我可能我唱的歌都比较大众一点，比较接地气一点，基本上好像我唱的歌你们都会唱。完了，作为你的粉丝，不会唱两首都不好意思，真的啊。企鹅舞啊，企鹅舞不对，没有腰了，现在不行了。以前有点小腰，还敢拧着拧着，没有腰了，现在。今天让我许仙哥也没少破费，还有我将军哥，将军哥你给我凑个万元吧。你就中那个大奖，你放一个就差不多了。我看你非今天我呀。那第一个9000的都不能算，那是还账的，到时候还要还回去的。欢迎我原来哥，今不行，我这穿的就是比较我穿这个衣服就是比较瘦，其实也没有就比较瘦那么一点，也没啥油，一直也没有啊，主要是我将军哥还想听个嗨的。将军想听什么歌呢？小女子琴棋书画都不会，
就会唱歌。谢谢我长生哥，呼叫我长哥，我长哥一直不跟我说话呢，他是不是公屏上不能扣字呀？谢我茶生哥，祝我茶生哥种花种鱼。我媳妇儿车上全是你的歌，真的呀？那是酷狗下载的吗？茶那哥喜欢比较有气势一点的。嗯，逞乱斗的时候逞个那不是用礼物说话吗？去。人很就是成哥就是真的就是人狠话不多，从来就是不说话的那种，完了呢就是抽奖的就是刷抽奖礼物，看你乱动呢就给你上点票，就那种的，就特别的那种。其实这样真摸不透你知道吗，就不知道喜欢听什么歌，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你起码你给我个眼神儿，气势压倒一切。你看吧，我们将军嘛，将军哥他跟我扣扣字说说话，我还知道他听什么歌。没事吧，自己总暴露自己有啥礼物啥的，这你这我也不知道包裹里还有啥呀，陈哥，我只能知道好，我就知道有三四个花了都。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那种感觉，让你琢磨不透。口子急死你！我哥应该是不太喜欢说话，我就默默地看着，不太喜欢那种互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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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路过哥啊，祝路过哥中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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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嗯，给我个眼神，让我慢慢去体会。但是大哥连眼神都没飞给我呀。什么禅定哥电驴是啥礼物？我没有见过，那应该是电动三轮车吧。成哥，我跟成哥没有微信，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谁。我觉得谢谢我茶生哥送来的百元榜，但是没有，我没有成哥的微信。你就像咱家大哥都特别低调，我直播还给我刷飞机，他们给我截图，没有给我截图，中午十一点多的时候就给我截图了。哎呀，我说大哥太像样了。还有那个没事大哥，我没直播给我放了一个花花。还有好多兄弟没有直播给我上的百元榜，两个轮子那不是两个轮子不叫电驴，电驴好像是三个轮子叫电驴，两个轮叫电车，摩托电动摩托车电车。原来有，让我不小心给删了。那我给你个机会，咱俩加个微信吧。啊，扣字了啊！给我喝多不小心删了。那我咋加你呢，哥？你说句话我再加你就行了。你问我哥方不方便，那你说为什么喝多就把我删了，是不是咋瞅我这猴咋不得劲儿？我那个名字是个猴，基本上我都没有改过。陈哥是打了好多遍的草稿，不能，不好意思说话。我的座驾是电动两个轮的，我比你强哥，我是三个轮的，可好看了呢。我正在打算，我看那个抖音里边就是那个四个轮的敞篷车，那个也是电的，我看也挺好。成哥，你要不要加一下我？我让胖给你拉到子频道，完了你把你的微信名告诉我也行，我一搜我没删你，一搜我就能搜到你。
是你把你微信名就给我两个字，你就在这儿也行，你就微信的那个名字，你微信的名字，我一搜我就能搜着，我完了我一个发验证就好了，你就能收着了，就不用微信号也行。你看你咋方便？独轮，独轮难起，独轮，独轮是啥呀？没有独轮是不是那种就是俩脚一踩的那个是独轮？那好像不好弄。那个迷你吗？好像是，我感觉挺好的呀。欢迎我成哥回家。你看成哥，你或者是你把你那个微信那个名字呀什么的，你告诉我一下，嗯，就是告诉我两个字，我一搜就能搜到。嗯，成哥一会儿该说不方便了，方便方便哥。你别哪说不方便，怎么不方便呢？方便。先问一下成哥方不方便，嗯，要方便的话我让小胖给拉底，你不方便你追小黑屋干啥？反正小号方便，那我加你小号也行，胖胖，完了你把成哥拉到子频道，我加一下他小号。谢谢路过哥，你只要有号方便就行。是你，等胖胖开麦的时候你再告诉他哈，哥，成哥，嗯，胖胖把成哥拉到子频道，完了那个慢一点啊，别给我成哥磕着。你看那几个，我哪有啊？我真没有成哥的微信，那应该是大哥好久以前了。是你，啊啊！胖胖给拉下去了。哎呀，滚滚红尘哥，你也快千元榜啦！你看还有一点点就千元榜了，936，一会儿我乱斗的时候帮我上上票呗，我们就成千元榜了。三个轮的可以换着骑吗？三个轮的怎么换呀？咱俩换吗？我那好贵呢，好几千的那个三个轮的车。有棚的，以前是没棚，现在是有棚的。欢迎成哥，把成哥抱一下。胖胖，你加一下成哥，完了你微信推给我，我电脑挂在微信，他加不了，好像。哎，好像可以。哎，不行，加不了。那、哦、不行，电脑加不了的。你加完了，你推给我。完了完了，帮一下成哥，成哥应该回来了。完了，成哥，我让胖加一下你，完了推给我，我加你啊、哦。嗯，你有三年没唱红绿灯，唱过。老大，一会儿你告诉我成哥是谁，我猜对了没有？我俩没有微信的。欢迎圆圈大哥，放下圆圈哥。哎呀，被吵着，我要升段位了。我今天好忙，真有希望啊！盼盼加完你推给我啊！哎，好嘞，看到了。每个蜗牛都有自己的壳，就连蚂蚁也有小小的窝。长安街上霓虹闪烁，万家灯火，我只要你点亮一盏灯等我。外面世界数不清的诱惑，有人变了，有人依然执着。每个平凡的人都像我们一样。
我的天呀，这最后是放了多少花啊！谢谢谢谢，感谢成哥，完对面的大哥也承让了，谢谢大家 ，Thank you， 包括连胜太难了，嗯，不行，我要唱完楼兰，我估计好像都不能怎么唱歌了，还是哑这个嗓子。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师傅，也谢谢各位大哥，谢谢兄弟们，嗯 ，Thank you， 你这个是荣耀王者了吗？是的，我快掉出来了。嗯，哎，我上去了，我刚刚快掉出来了。嗯，荣耀王者是前20吗？嗯，是啊，对呀。我一天我过得都玩稀里糊涂，我最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人间王者哈，王者和荣耀王者可能会多一个那个小皇冠上面是不是？完了我看人家有的时候，我最初的时候不知道，完了写着一还是写着二写着三，我说这的妈呀，这得升多少钻呢？我说钻四还有啊，这个钻石一二三四，我说荣耀还分一二三，我的天哪，那个时候不知道是荣耀是排名的一二三，哎，谢谢我成哥送来的万元榜，谢谢大哥。我就知道他是前20就有，嗯，超过20就没有了，嗯，20下去就是王者了，咱兄弟们，对，王者的努力，谢谢我原来哥送来的蛋糕，谢谢，嗯，我们还差一点上王者，哎呦，还有7000多，今天可以啊，我觉得今天能上王者，咱们还努努力，嗯，你一会儿就上了王者，好快呀，你一会儿还不差的不多了。嗯，差了还有7000点，7002点，就7002，估计200-300就够了。对，200-300就差不多了。嗯，主要是这大哥还有兄弟们挺给力的。嗯，两天，嗯，昨天播的和今天其实没乱斗几把，每把的票都挺多的。谢谢大家，辛苦了。嗯，那是挺快的。其实我看了。嗯，乱斗好像16场，我都乱斗50多场了。我休息了嘛，我休息了，嗯，休息了。昨天播的，嗯，昨天今天播的嘛，完了就乱斗的少一点。我要是那个啥，我也差不多50-60吧，咱俩就差不多了。我就想说我是那乱斗主播，这一看一对比，我这个乱斗就比较多。我这是就播了2天，我要跟你播了一样的话，3天的话就差不多。没有，拜拜，谢谢我感谢一下激战榜的兄弟们啊。谢谢师傅，也感谢我成哥，谢谢圆缺大哥，哎，谢谢我们的原来哥、二炮哥，哎，谢我们的天高海阔哥，还有许仙哥，以及我们的移动，还有我们的台湾小姐姐啊，这是咱家新主播，还有我们的铁兵，谢谢。那我成哥没有微信，我圆缺哥好像也没有微信。欢迎黑人哥。其实好多的大哥我好像都没有微信了，谢谢师傅。然后咋的了？又骂人了？不行骂人啊、哦！他一般的时候他们都不骂人的，没有啥事触碰他们就没有事。也感谢没有上榜的兄弟们，谢谢一毛党的兄弟们，谢谢。我不知道啊，我都没看见公屏你们说啥呀？我在那感谢激战榜了呀。欢迎欧野哥，直播间不能找到，直播间不能不倒能，直播间不倒能找到，没事儿啊，那不能，那不能倒，那不能倒，嗯，老大成功的微信加上了吗？没有，他没给我放出来呢，我看看，我还搁里边呢，我还一发的还是那个，一会儿我再弄，一会儿我下了直播，用胖那个啥叫大哥咋弄吧，能急死人，嗯。我们不骂人，骂的都不是人，也没啥毛病啊，你这么说话。你那个啥，阿卡，你把这个照片给胖，完让胖给大哥，大哥可能不太知道咋弄。大哥不太会弄这个，嗯哼，我给昨天学的那歌，今天再来一遍。明月夜，那几位大哥都比较喜欢的。但是哦，谁骂丫头我一定骂，你必须的嘛。
咱多多少少我不能骂，我也没有微信，那咱也加一个呀，我们加个微信好不好呀？师傅，我觉得师傅应该是贼喜欢这首歌。来首《曾经心痛》，好的呢，儿子。哎呀，我不知道能不能会唱，我好像唱过这首歌。走过千岩山，经历多少的风霜，才能够回到你的身旁？等待的容颜是否依然没有改变？迎接我一身仆仆风尘，等待我的人是否还坐在窗前，带几行清泪迎接晨昏？是否还依然在门前挂一盏小灯，牵引我回到你身？好的好的，那我、我先来。行，那你先来吧。辛苦了。好，不辛苦不辛苦。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不需要。需要吗？不需要。需要吗？其实我可以，你只欠一个机会。是啊，我一生所爱，
你早已不在，盗墓机上喉咙脉，骨骼一缕尘埃，我一生所爱。你早已不在，世人温柔以待，幸好外人膜拜，佛言四大皆空，那我自青楼摸胸，只悠然乐于其中。说闲言腊月寒冬，我不问罪孽深重，让魔性随心而动。既然佛已不扶正，我君他到底何用？驾七彩祥云，燃众生之魂，破九霄邪神，解天下之人，征战天山宝塔，全身正身明法，剑刺破了金甲，只求两人一马。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我不是跟你说过，女孩子把眼睛闭起来，就是让你去一趟。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众生知为谁生，生生世世生生空，此生无你怎得终，何以狂血续余生。郁郁葱葱求一醉，朝朝暮暮尽惭愧，纷纷扰扰纷纷美，佳人为何流泪。好的，好了，我陈哥加上了加上了加上了、时间给你们，最后一把我们上上百元榜吧。不唱太嗨的了，来个温柔一点的。哎呀，好嘞。天空又飘起雪花，又想起曾经的他，曾经约好了一起相守白发，如今他又在哪儿啊？是谁说我是最美的花？是谁撩动我的长发？如果我们的爱是风中雪花，能不能不要急着融化？总是想起你说过的话，才觉得自己太傻。是不是你已经忘了曾经的话，才会将我丢在天涯？
谢谢大家，感谢兄弟们，谢谢大家，让大家也破费了，也谢谢师傅让师傅破费了，太好听了，谢谢谢谢。我唱歌可能今天有点哑，有一点点，没太好意思，哦、还差三千成长值，要不我们凑一凑呗，兄弟们，特别好听，差三千成长值就过去了，谢谢。你还要差多少呀？你说就是哦，这个还差七千多。哎，咱俩好像差不多，刚才我就是七千多。哎呀，真漂亮，谢谢师傅。哎呀，这个马好看呀，好看呀。谢谢谢谢，我很高兴过来。哎，这个是不是中奖了呀，师傅？应该好像是不是撞上了？应该好像是。谢谢。你要播到几点呀，美娘？哦，我播到11点多吧，11点半左右。应该咱俩时间差不多。咱俩时间还差20个百元宝，这么多。那我们最后一把能努力不？欢迎南山哥，一会儿我们凑凑百元宝，完了有没有报名的？我们凑个百元宝，最后整一把，完了我们就基本上上王者了，凑完百元宝了。你平时跳舞吗？我平时跳舞的，我主要就是跳舞比较多。那我就觉得可羡慕你们会跳舞了，唱歌累挺还能跳舞，跳舞累挺了还能唱歌，我就不行，我就除了唱歌还是唱歌，完了口才不行，跳舞不行。你唱歌真的特别好听，我特别喜欢听你唱歌。我们是不会唱，然后只能跳舞。你唱歌也好听呀，我觉得你像跳舞的唱歌的都是人才，我觉得你们特别厉害。因为我跳舞就四肢不是特别协调，没有，菲儿姐就是过奖了，会动脚就不会动手的那种。拜拜，我们下次见哦。你们能不能有点出息？一看见有勾的，你们都感觉都疯了。你给我整的我都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了。你看，你们说老丁勾勾勾的，完你还不让我笑，还让我憋回去，你们咋那样呢？对，我二哥的歌还没唱呢，但是我这个歌有点跑调，哥，糊里糊涂的给我删了，没事的。要不吧，你就别给我直播间说，你愿意说吧，你上你对面直播间说去。真服你了，真的可服你，要不你就别说话了，你说点好听的啥的。Hello 老大。哎呀，今天漂亮呀。胖姐也这么说。你不懂的话你就别说呗，那不是一个人，你非得说是一个人，你这谁能愿意？你器材白带了，可不咋的。哎呀，这是你要跳舞吗？跳不了，这个衣服太露了，那个了，是裙子。对，我也好不习惯这样穿。我觉得挺好看的呀。我在那个在电脑面前坐了一个小时，我才打开的直播，上来我还一阵不适应。他们说没有勾差评，行，你这自己麦克风挡住了。没有，这个衣服太露了，本来是。这个衣服在镜头面前，我买的时候没觉得那么露，在镜头面前一看就胸上露一大半，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把这个衣服，它这里本来是往下翻的，我把它就往上扣了，我两边扣了个扣针，这样看起来保守一点。能看出来。我其实觉得你身材好，我穿一点就什么像小吊带儿，他们穿我都感觉可好看了。你也可以尝试着穿，你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我觉得今天的化着妆也很女神，穿着衣服也很女神。我就是不好意思，就其他的没啥，就真的害羞，真的没这么穿过，就纠结很长时间。他们夸我了呀，有一个主播连到我，他说：“哇，是你是不是改名了？我之前没认出来。”他说：“啊，你以前穿的都不这样的。”他说：“你现在有气质多了。”好打击人啊！我觉得你天天这样穿挺好的，头发散着，没事儿别扎那个这个小辫儿啊什么的，或者是那个穿那个休闲的，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真的。你不信，你让兄弟们说好不好看？兄弟们，你们说好不好看？我觉得这样你可以保持住这样。真的有那个气质，真好看。主要是害羞。我觉得隔几天穿一次可以，就天天穿我受不了。我给你转评，你看他们都说好看，真的。
好看，真的好看，哎呀，真的好看，漂亮多了，真的比以前会打扮了，好白，每天。没有我。你这一天好，真好看，真的，真不错。来，来首歌，来一首女神一点，就是符合这个气质和这个衣服妆容什么的。我的歌好像都没有女神的耶。我觉得普通的歌也行，都挺好看的。好。那我来唱个，唱个离析。离析。对。是古风歌吗？非你学人家，我咋学？其实一个个长得都可漂亮了，你说唱歌那么好听，颜值这一块就稍稍打扮这一块，我告诉你，那答辩歪歪无敌手老厉害了，就他们就不太爱捯饬，必须给个满分今天啊，来吧，你就唱完啊。好，我隔个几天穿还行，天天穿我不行，一个星期来一次都可以，但是。天天穿不行，真不适应的。大家一起上票啊，一起上票。刚刚相遇，刚刚分离，求求你。告诉我怎么才能留住你，心心相印，断断续续，别放弃，从没感到过这么的无力。刚刚着迷，刚刚追星，求求你走远，害怕分开的太近，恋恋不舍，奄奄一息，来不及，我看不起这决绝的戏剧。那么小的最好的歉意，好听，欢迎三哥。哎呀，谢谢我圆缺哥 ，Thank you， 多好啊，多女神，多气质，你就这么穿吧，你就这么穿吧，你几天播一次？我天天直播呀，我前两天生病了嘛，我完了直接了，我休息了两天，完直接把歌录了。你是前两天没有上来看到我吗，三哥？休息了五天，我昨天播的，我不是几天播一回，我是天天都直播的。老大，你应该这样穿，不行，我这个肩膀这个肉太多，像他们比较瘦的可以穿吊带，我肉多的话就是有这块这个叫什么了，就这个就胳膊有肉，它就不行，它就不好看，不还不如穿这样的，穿衣服不要说是有多露，只要是好看就行，他这么穿是可以的，有啥毛病？没啥毛病，就是感冒了，现在好点了吗，老大？好多了，但是也有点没太好利索。欢迎我一起上课。全是方块盲点，我得换电脑。好的，那我等你哦，圆缺哥。我看手机上的圆缺哥。你是感冒了？你是穿太多了？我不是感冒了。
我不是穿太多感冒了，我是就是感冒了，就是感冒了。嗯，肉肉多不行，肉肉多穿太少不好看的，就是包裹的严实一点好看，肉肉多。嗯 ，CC 也没有点关注，给我们的小芳点点关注。嗯，谢谢谢谢啊。你就这么穿，绝对好看。我天天穿不行，我自己就是。我偶尔的一天穿可以，就是我一个星期可穿一到两次行。你让我天天这么直播，我就慢慢就习惯了，太舒服，这样多好啊！太舒服我自己了。没有啊，这样挺好的，你就保持这样就挺好。你要做一个改变呀，你要一直那样的话，很多其实你说才艺，咱们才艺都够用，就是这可能穿衣打扮上完，你们都不愿意打扮，不愿意那个啥。其实你勤快一点，慢慢就习惯了。嗯，勤快一点，化化妆呀，捯饬捯饬，这多女神呀，多漂亮呀，还是害羞，妆化的也好看，主要是害羞。好行啊，身材那么好，又不像我一身小肉啥的。嗯，没有啊，老大身材。嗯。我感谢一下激战马的兄弟们啊，谢谢我圆圈哥。嗯，圆圈哥去换电脑了，好像手机有点卡，都是盲点的礼物。谢谢我圆圈哥，哎呀妈，咋整的呢这电脑？谢谢我秦哥、秦源哥，还有磊子哥，也谢我们的新哥，谢谢静宇哥，也谢谢我们的麦神哥，还有苏一，你个啃货，来看你就得冷点儿。辛苦了。唱多了嗓子会哑的。哎呀，但是我差点百元榜，兄弟们，你们也不给我补一补。谢我师傅送来的万元榜，我给我师傅还有给那个给几位大哥来首歌，我们就休息。嗯，我来个这个。组织一下百元榜，我怕你们在，我组织了你们再不理我，那你们同意的话，我就组织一波。那毕竟我组织了，你们不响应我，你们得响应我，我组织了，要不然就没有劲儿了。你们要响应我，我就再打一把，我组织一把。这个首歌不光师傅喜欢听，咱家直播间的我没够吗？七姐你的好像是够了，你们可以看看榜上面谁不够，还差十四位，有的就差几块钱就百元榜了。送给师傅，同时也送给直播间的所有兄弟们，这首歌被师傅给带火了。我以为只要真心爱着，就能够经得起红尘诱惑。当你说厌倦这种生活，誓言变成泡沫。当初我义无反顾的执着，换来你不露痕迹的洒脱。人总是在痛过后懂得，爱错人最难过。原来你只是一个过客，从我世界路过。我在你心里没有角落，何必给我承诺。谢谢，感谢罗哥，感谢大家送来的百元榜。我唱完这首歌，组织组织，我上一把的激战榜好像还没感谢的吧？欢迎将军回家。
己的洒脱。人总是在痛过后懂得爱错人最难过。原来你只是一个过客，从我世界路过，我在你心里没有角落，何必给我承诺。原来你只是一个过客，打扰我的生活，你给我留下相思折磨，让我如何解脱。原来你只是一个过客，从我世界路过，我在你心里没有角落，何必给我承诺。原来你只是一个过客，打扰我的生活，你给我留下相思折磨，让我如何解脱。你给我留下相思折磨，让我如何解脱。谢谢我们的吴公子，主要是这首歌点的好。我要凑我们的百元榜了啊！有没有想报名的兄弟们，帮你飞补补答的。我们今天到12点吧，又加班了。更名叫你是我，怎么唱？原来你是一个过客。谁点的？大师傅呀。师傅是亲的吗？当然是亲的嘞。我感谢一下激战榜的兄弟们啊，也谢谢我们的星宇大哥，也谢谢我们的三哥，也谢谢我们的师傅，还有圆缺哥，谢谢我们家乔姑娘，还有我们的长生果，谢谢我们最爱哥以及清源哥，谢谢我们的七哥，谢谢我们的圣哥，还有磊子哥。对，三星任务如果说能过的兄弟们，我们尽量过一过我们的三星任务啊。谢谢我们的空白哥来了，但是我这个打字不方便呢，就是我就想知道，没有那个条条，他怎么能把那个条条给我整出来呢？我一扣字我都看不见我扣的是啥字，就正常不有那个啥吗？就下边会出现一个横条什么的吗？我这块就没有，就是全靠蒙。全靠蒙，你看师傅他有的时候就看不着，就这么一个框，在正常咱打字不都出来那个框吗？就那个框都没有了，那没有选项呢，所以说在这扣字扣半天也扣不出来，我看不着啥字都，本身扣字就不行，完了这玩意儿还没了，你不知道哪儿去了。欢迎安心哥，那个玩意儿是咋弄的呀？切换打字模式，电脑问题吗？来吧，我一个，谢谢。那我把你们，我复制吧，我这样复制吧。我复制你们的名字，我就省事了。对，你们扣个小一，我最爱哥。那小胖搞，到时候下直播让小胖帮我弄。那等会儿。没有输入法呀，我看我没有，我看啊，出来了，完了又没了。小二续场。嗯哼，他自己打了半天，刚才出来了，他就一阵一阵的呢。我心中哥，我就给你们拽名字了啊，因为我这个扣字扣不出来，你们那个奶奶别骂人，不能跟我学，要跟我学好的。欢迎三哥。
心中有你哥啊 ，OK 了，一个了，完了你们重新打一下字呗，兄弟们，重新报个名，我们差十四个，欢迎三哥报一下三哥啊。春风如寒呀你，你直播有回放吗？有，你要看我回放，你看现场多好呀。风帆哥，好嘞，随心哥，你们慢一点啊，我就直接薅你们的名字啥的。嗯，风帆哥，嗯，最爱哥，随心所欲哥，还有谁？我瞅瞅啊，我一个随心所欲哥，我就直接这样一薅下来就能薅下来，薅名字，复制。刚才唱的是啥歌了？你是我的过客吗？我一个磊子哥，是过客吗？三哥，哎，你是小号看我吗？我磊子哥，我再分开一点。贼好听是不是这歌唱的可有感觉了，一会儿再给你唱一遍三哥。这个歌是什么时候开？就是后道师傅点这个歌，嗯，完了让我学，咔我就学会了。这首歌是真好听，原来我只是一个过客。哎呦，不知道酷狗有没有我的版，到时候我瞅瞅，我看有没有。哎，好像有我的版本呢，我给你放一点，不收费的啊。我边急，嗯，还有没有报名的啦？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现在四个了，还有十个人。一会儿你再唱一遍，行，一会儿唱一遍。主要这个歌不光师傅、大哥、兄弟们都爱听这个歌，主要唱的好。欢迎冷暖哥，有没有要报名的哩？但录音这个没有我刚才唱的好听。又卡着了，都没有报名的了。我看看，基本上咱们家都有的，就是差的不是特别。我一组，谢谢我们的姑姑。好嘞，你等会儿啊，我这扣字扣不了，你们得慢一点等我。哎呀，或者你们谁扣字啥的，我复制一下呗。嗯，又卡着了。嗯，好嘞。风帆哥整上了。我一百元三十卡，赚也是你的，谢谢我随心所欲哥，等一会儿啊，我先上一个，好嘞，嗯，啊，咋的了？什么？三哥说啥？好的，我出去听一下你们玩。完了，早知道坏了，早知道我不告诉他酷狗有啊，真是。我一个，好嘞，风中哥，人太实在了。我扣字的话都是这样的，就像你们那啥，算我一个，你等会儿啊，我都得这样给你们拽下来，要不然我打字打不上。OK， 我得一个一个的草率了，那可不草率了。还有没有啦？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再来七个。十是不是剩十四个？现在好像剩十三个了吧？再来七个，没有我名呢。好嘞，我都给你们放上，我得一个个拽名。OK， 我一个，哎，多艰难呢！瞅瞅我这个扣字还不好使，这新整的电脑，我多下两个版本，这该死的酷狗，好难呀，一点都不难呀。就我不直播的时候，你们都可以去听。有我吗？有你这儿呢，符号哥，这儿呢。空白哥要不要参加一个？正好我们就最后一个乱斗，我们就休息了。有没有帮一把手的？这是干啥呢？我先跟我们再凑个本人吧，还差几个？六个，再来六个，我们就完事了。空白一个呀，雷哥要不要来一个？勇哥问你想问啥？我，谢谢我孙哥。OK。值得点赞，太有勇气了，报名的都是好样的。我的名字呢 ？OK， 来了，最爱哥，你得容我慢一点，像我这种笨呢，哪儿去了？这好，太难了。帅哥 ，OK， 欢迎天哥。
唱歌会有力一点感觉，对吧？就坐着唱歌可能就是不费什么劲儿，就气氛的是不一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感觉你唱歌什么时候都状态很好，就是情绪很饱满。嗯，不行，要如果唱歌连着唱两首伤感的歌，自己的状态就下去了，就进入状态了，完了，你不能一直唱。对，就是那个情绪，有的时候不能太陷进去。嗯嗯，太陷进去的话，再出来挺难的。嗯，对，就唱个一首半首的，完了就不行，就得换一个歌风，就唱一个 happy 一点的。你播到几点呀？我也快了，哎呀，说下了是不是？说下播到现在还没下去呢。本来就是十点半就说十一点要下播，十一点的时候就说十一点半。都这样，嗯，不舍得，嗯，就有的时候就是状态来了，大家在一起开心了，就有点不舍得下，嗯嗯。好嘞，小叔，时间也到了，祝你越来越好，我们下次见哈，拜拜，飘儿姐姐，拜拜，拜拜。不行，不能陷进去，要唱一个欢快的歌结束。欢迎三哥，三哥你听完了歌吗？过客也是幸福的，都是有都是哎呀妈，哪说了，都是有故事的人。那你还要听啊？我再给你来一个呀，三哥。完了，大师傅第一个是大师傅点的，完了就是小师傅，完了那个无名哥，完了就好多的兄弟们也都在点，完了现在完了三哥也陷进去了。嗯，那我再给三哥来一遍，兄弟们，嗯，师傅你把这歌整火了，这个歌顶完了之后连唱好一点，酷狗上升榜都上去了，真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是不是因为反正那两天都酷狗都前十了。记得撒
我在你心里没有角落，何必给我承诺？原来你只是一个过客，打扰我的生活。你给我留下相思折磨，让我如何解脱？你给我留下相思折磨，让我如何解脱？哎，谢风影哥，谢谢风影哥。伤感哥不行，再唱了啊，一会儿要进入状态了。来，感谢我们下我们的站榜的，还有本场贡献的兄弟们啊！不能唱了，不能唱了啊！不行了，不行了。嗯，谢谢我安心哥。也谢谢，谢谢师傅，也谢谢我成哥，还有我们的上将军大哥，也谢我们的阿娇，谢谢我许仙哥，还有圆圈圆圆缺大哥，还有三哥，谢谢我们的原来哥，还有我们的这是我南哥吧，南山哥，还有相识哥，谢谢我相识哥送来的千元榜，还有我们的紫烟，还有我们的滚滚红尘，还有我们的二哥，以及我们的天高海阔，还有一动的心，还有情缘哥、安心哥，还有我们的姑姑，谢谢我们的长生果哥，也谢谢我们的小白菜，也谢谢我们的真心哥，还有我们的浅然哥，还有我们的铁钉，以及我们的毅然而然哥，还有最爱哥，以及阿星哥，还有我人生哥，谢谢我茶山哥，还有我们的小严，以及我们的风帆哥，还有一阵风，谢谢我们家乔姑娘，还有我们的风中承诺，还有飞人唱歌最好听，还有正道天下哥，还有修罗哥琪姐，也就一马当先，还有梦岩哥、神音哥，还有手机控哥，还有磊子哥、大美哥，以及我们的罗哥，谢谢我们的星宇哥，还有老孙哥、盛哥，谢谢我们的随心哥，还有。